Music don't stop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针织乔乔乔。音乐对我的意义呢，是最好分享的媒介，因为我认为音乐没有语言，没有年龄，没有任何的隔阂限制，所以我觉得音乐当中是充满真爱的。Music don't stop. My music.